我们主要通过几种方式，首先呢是这个人机结合，第二呢是通过我们常规的地质灾害事故救援的破拆、搜救、顶撑等等技术手段进行这个一个救援。这次抢险救援任务的难点呢，还是比较突出和具体的。一个是呢，山体的这个塌方量啊是比较大，而且呢，在山体的顶部这个区域吧，还有近4000方左右的这个滑坡体，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天气啊寒冷，又恰逢雪天，给整个救援带来了很多客观的低温影响。与此同时呢，整个过程的现场的协调也需要加大和组织，总体还是可控、可破解、可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。下一步呢，我们将加大呢整个工作的力度，加强呢整个现场的组织，主要呢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，晚上也准备继续组织搜救任务的开展，争取呢在黄金72小时之内能够呢创造一些生命的奇迹。